不简单呐，都不是给你的，还是吗？给两位dancer，桂敏这么辛苦唱那么久，是，好好的跟大家介绍，我们的张学哦，在我们新加坡可算是呢不可多得的一位呢，非常非常厉害杰出的一位年轻小伙子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圆圆肥肥甜甜的，你不，我最近想要给你一个雅号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曾志伟比我矮两寸，OK？曾志伟矮我两寸，矮你两寸啊！你是因为有穿鞋的关系吗？OK， 大家等一下呢，可以去拿一下我们这一个宣传单，是，也就可以看到非常 UK 的张雄啊，不是别人哦，这就是他本人，是，这个是我本人啊，是曾志伟他本人。张雄，曾志伟没有来了。张雄上过很多我们的电视节目啦，包括了《黄金年华》和《银色嘉年华》等等哈，默默耕耘许久，在今年度终于啊，哇，得到了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，是让他呢一口气唱足一个阶段是一个小时的节目，一个小时了，但是啊，很低嘞，是我会把它喜欢听的话，我会再拉长一点啊，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把它拉长一点，一个小时够了啦，人家工作人员也很辛苦，问题是他们听了爽，我唱了可能还不爽，我就把它拉长一点。所以我们张雄是行走点唱机啦，进嘴老光哦，很多一些经典歌曲老歌他都呢这个诠释的非常的好，非常有感情。所以你的这个个人迷你演唱会是
在几月几号？对，在4月6号，OK， 就是在我们的滨海艺术中心啊，我们的这个 Recital Theater， OK， 在我们的这个剧院里面。那在这个演唱会里头呢，会给大家唱好多首大家熟悉的一些宝岛歌王的一些歌曲啊。什么是宝岛歌王呢？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些歌王啊，好像谢雷啦、青山啦、于天啦等等等等。对。于天、谢雷啊青山，对对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不怕谢雷来。对，那就是咖啡早晨与下午茶，早晨咖啡下午茶啊，咖啡早晨下午茶，咖啡早晨 coffee morning afternoon tea， 这么报的是对的吗？对对对对，你爱跟我这么大声，对 ，coffee morning afternoon tea 是。哎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演出哈，大家呢可以去买票，可以去 Sistic 买票，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艺术中心里面买票。我们的 Ticket Counter 8点已经关了，所以只能够在 Sistic 买。Sistic 哦，上网购票一下，支持一下我们的老小弟，我们的阿雄。喜欢听老歌的朋友，绝对让大家呢听到青出耳油，听出耳油哈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等一下走走的时候啊，去拿一下我们的宣传单。是，我们漂亮姐姐这边手上是这个宣传单吗？还是不是别的？哦 ，different 啊哈，不是哈，宣传单都可以多拿几份啊，多拿几样。是，哎，那恭喜我们张学友呢，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呢多多的支持。可能一首歌曲呢，哎，听不出什么味道，接下来多唱几首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好。接下来带来另外一首歌曲哈，也是怀旧的金曲，有一个时代的歌曲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嗯，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啦，凤凰于飞啦，少年的我啦，就是那个上海时代的歌哈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唱的，难道就是那一首非常具有代表作的那首歌？是，就叫做。叫做什么？写上塞，写上塞。你写安装？我是就上海语言，上海语言。上海话是这么唱的吗？写上塞，写上塞。写上是要塞什么东西？是书写生。哎，奇怪了，不要听我乱唱。好好听的歌给你唱到都变这个样子。让你唱原汁原味的 ，OK？ 是，来，我们来朋友这首改编过的《夜上海》。谢谢，还有 ，Thank you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。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，江湖醉人人自醉，无天无地蹉跎了青春，潇洒朦胧倦眼惺忪，大家归去心里也碎，这车轮一转动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。起车声响，歌舞升平，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无天无地蹉跎了青春，萧瑟朦胧倦眼惺忪，大家归去心灵儿碎，这车轮的转动，
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。哇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